你就吹你的口笛，唱你的古调嘛。没有，我就说你活该，我就说你活该，你可以知道我上个礼拜的心情了哦。这个问题他为什么不知道？子阳平时你唱的太好，或者你表现不好，因为我唱的太烂。从这一出来，我就把所有眼中钉，有没有？所以你后来吃到一个最好的布料是什么？ 就是最便宜的，一尺大概16块的那个。马上轻松报。